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我是啥呢？现在网上很火那种厉害龙麻辣烫，然后另外我还烤啊三个鸡腿花不多少，骚！这我单独加一包粉进去，还有一把香菜，贼香！哇，我真的是没有额外加其他的调料，就是烤里面的，味道真的好吃。搞一口这鸡腿。